9月29号到10月27号一个月的时间的烟火能够来顺利，天气又良好。那也一样的，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我们有娱乐区，我们的娱乐区里面呢、啊，所有的乡亲来玩哦，都是免费的，免费的。那我们当然，我们还有美食区，还有农特产区，还有大甲蟹啊，大甲蟹的品鉴馆啊。当然，我们有这个我们艺术活动，国际艺术活动也是一样，我们总共有11场的一个国际艺术活动，6场是国际的、国外的啊，5场是国内的。国内的当然就这个五月天呐、啊，或者这朱宗基等，当然这些谢晋他们这些这个民歌星。那国外的部分当然有这个世界级的这些歌星呢、啊、都进来。那当然我们还有这个总共有22场的这个国际烟火跟台湾的烟火一起来这个地方来竞赛，所以欢迎各位乡亲啊能够来参加。那我想您决定让您值得票价。大概1000是准备70万的观光人潮，国庆烟火的部分呢，那一天10月10号会有100万的观光人潮，总共是900万。当然，我们这个金币的限量数量是有限的，所以在苗栗必须在9月跟10月的时候，这两个月在苗栗消费啊10000块钱以上的话，我们才可以换一个金币，换的话也只能换一个啊。那2000块的我们就换了我们的 LED 的这个荧光棒来给他们。当然，金币坦白讲是只有10000个而已，有限的。金币，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特别做的，然后我觉得是非常棒而且非常特别的纪念币。纪念币，对，我刚看了，我都很想要而且我觉得之后我应该也会跟家人啊、跟朋友一起来玩。所以啊，来掌声鼓励一下，重点是要来消费啊！一，我们以五彩缤纷的气球，象征灿烂烟火，预祝国庆烟火庆。